鳄鱼是要比诺佐更好兑现亏三题的。那么又要说到但是了，但是我想用诺佐打一把试试，来吧。小目标已经达成了，下播之前希望能上一个430分吧，430分就够了。算了，不养了。挖机来了，没哥们的好果就是。这边的挖机都喜欢抓下路呢，谁的一血？辅助的一血。你疯掉了，你敢E我的内圈，还没E到，那你跑不了。这个炮车能锁住吗？我操，炮车好坚挺。锁住了吗？炮车，爱了爱了爱了，这才是好炮车啊！这都给你锁住了，太棒了！陈细节把我带过墙，他这 W 没突过来啊，本来我是直接一拉他这个突过来，我是能反杀他的，想的有点不一样跟我。那这波他死完，下波他还要接着死，因为这波他我们都没有闪现的，下波是他的这个脆弱期，我有疾跑他没闪，上线他很难活的。这波挖机应该是在上路，可能是两个人，我打不过两个，被挖机顶起来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的。啊，下那边在抓下，交出了闪现。我知道挖机在上，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。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个角度，就是我是有机会能操作的，结果他直接在这个草丛里，我就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了。这波换血很亏，我必须得避了，不必这波要死，你让我自己玩吧。这波被秀了，我原地 Q 闪有点歪呢，预判没预判到，我的。烫死了吧！哎一下，哎一下，这都杀完了。可以的。就说你被单杀哦，我单杀了对面两次，他单杀了吧？啊，我是被抓了一波然后才死的呀。
你让我一v一就可以上帝已经不用玩了。哦，说话啊！跑开！这搞什么飞机啊？多少？刚准备去放针眼被偷瞎搞呀，哥们儿！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是控龙呀，不是杀人呢。还行吧，团战能打赢，一个塔没拆，我们已经被拆了六个塔了，大龙还被偷了。其实这把现在是一个劣势局。给他跳走了，他有饮血剑，还有那个迅捷步伐，回血会有点多的。这不就刷了个挖掘机，很亏啊。小炮有点肉了，给我们集火才能秒。但是我们 AD 有大圣甲了，打肉会很快。水了这个也能打动的，等他们推进吧。
我这波四圣道有闪，我看能不能开一波。高地不能再放任何一个了，不能给，不能给。小炮太飞了，怎么办？有秒表，被大招飞开了，感觉守不住了。我不拉对面也一样要开，不是说我拉的好，我不拉他们就不开了吗？他塔还守不守了？塔也要守呀，他们破塔肯定要开的。这把就输在哪儿呢？输在大龙被偷了，有点伤的。杀小炮也没杀掉，小炮这中单什么作用有点大呢，他就一个人压我们好几个人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